哦，对啊，对啊，太晚玩这款。9点到1点，最热门时段，台湾团的，对。不然就加，哇，这么一下就满了，很少见哦。那你玩都是去跟大陆人玩吗？哎呀，真的很难玩啊！你玩多久了？我这款玩好久，当然是只玩第一次玩乱七八糟，因为我都没有，因为找不到会中文的。现在好多会讲中文的，但是好多大陆人。免费周，什么时候免费周的？原来是免费周，太很多人了。免费周的话，上礼拜而已哦，是哦。免费桌的话，台湾人多吗？如果蓝要怎么赢啊？蓝是让别人好人不逃就赢了，外围。哦。蓝是不是让好人不逃脱就赢了？对对对，也只要幸存者死亡就赢了。对对对，幸存者死亡就赢了。不用死亡吧，就是不让他走。好吗？大陆枪，你的口音都听不懂他讲什么。如果他是讲一些，有的会讲方言。不习惯的，我是王仔，我是一个士兵。主要是你们修路西的时候是这样子的，你一个人在那修，其他人都离远一点，不然他会刷很多怪的。因为我刷的怪的数量是根据那一个通讯站旁边有多少个人刷的。我的任务是带着来。现在一开始要做什么？好吵，个声音。让我白嫖一个饭吗？我可以把他们声音调小声一点。语音接收一定要小声，太吵。一时白嫖，一时爽，天天白嫖，一直白嫖，爽不爽？爽。我开个箱子，我开个箱子。我应该是好人啊，对不对？搞个箱子给我们，人多不多？应该有两个坏蛋。一个手动步枪逃生。是做工具。你不主动吗？密码站，密码站，这里。我又觉得他们声音太小了。来开箱。来开箱，这里有个密码站，快来开。先一个外边看。来了。开个箱子，开个箱子。先去看一下那个。BAB 是吧？行，再来个人，这里有个密码站，这里有个密码站，快，走。密码站，这有新多些东西，这好像之前没有吧？大哥，哪儿？大哥，人呢？去左边开呀，左边，你左边啊。我吗？叫我吗？按。对，按的 IE 啊。你这样吗？我裂了！这个一次要三个人的。B A B 第三位是七，第三位是七。然后是要拿出去。B A B 吗 ？B A B 吗？继续，周围应该还有的。继续找。高，我给你个对讲机。这有个狼脚印，有狼跑了。这应该有没有回音？他们讲话会回音。
现在是弄喇叭，先不知道拿什么啊。没有回应就好。有人跟我吗？ OK。有人跟我吗？有人跟我吗？有人跟我吗？这里有个密码站，这有一头熊，兄弟们。这里有个密码站，这有一头熊。这里有个密码站。这没有快跑，对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那下面有熊，有密码。密码。BAB 还是 BAD 来着？BAB。如果你跟大陆人玩，他的你的口音会不会会怀疑？会不会针会被针对啊？给两个人开一个灯去看。哦。不会啊。会问东问西的，我问你哪里人？给你一刀暴击！哦，我晕了，我裂了。开开开开开！哦，不着急呢，不着急呢，先开先开。哦，他这就是说要一次两个人一开啊，这是弄吃干嘛？生命值负二五啊？所以要先煮熟啊。大概也知道是台湾，有点血。其实之前都没有哎、欸，这密码站是新的。往这边走，我们三个，但是一起找他们，继续一起走。啊，我只能带四个啊、哦！继续走，打完直接回去开了。这是到底有什么用啊？其实之前没这种东西。你大概看看实况，买来看实看人家打，自己不要玩。哇，这款买好久了，上次开好像是老皮他们在玩的时候，好久啊，那我都看也是看他们在玩啊，结果我只开过一次，因为好很没有几乎没有会讲中文的，扣血。那要怎么回血？就是我算。你现在应该也算是第一次玩啦、啊、上次那一次呢那个不算吧，那没什么的，那玩一下就关掉，因为没有会讲中文。架在哪里？上面吧，我记得没错。中心这边吗？哦，这里啊，这是家。密码找着了，回去先回去，我先说话的兄弟，你们回去。说话的兄弟，给你这个，给你个这个，哎，我有了。嗯，等一下。OK， 是密码。没人做吃的吗？家里？我的是密码。喂。喂，可以听到，可以听到。有。我的是密码吗？你们可以过来看一个也行，好吧？等我再试密码。我是医生，我能看你们的血量。我先回去。查看脚，我查啊，我是什么？怎么是多身份啊？之前有这么多吗？我现在已经是俩了。887跟887啊，之前没有这些吧，没有这些职业吧，877啊，只有背叛者，之前只有一个背，就是背叛者，然后其他都好人啊，然后就随便玩啊，变成复杂8787哦，新的吗？新的规则。那你起来，我是877，我自己我是无辜者。那你试吧。他是你要开始，那我现在是要干嘛？我都不知道干嘛。从二开始跟之前上次玩有拿到枪，然后你试了吗？有，然后我是背叛者，意思就是杀人。零五现在没事，你先从一试到九，完就我试。OK， 也行。OK， 对。我现在在乱的，你知道吗？我都不知道。哎，煮熟。OK， 我可以有刚有我刚有拿肉啊，对，熟悉材料刚有。煮熟动物肉。我去找箱子，我技能好了，我技能好了。OK。近战会比较强哦。那要怎么吃？以这个、啊。哦，真的可以了。那个回血吗？
没有。有小飞机，有小飞机可以让一个人过来试。啊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干嘛？小飞机干嘛？死亡倒数吗？不要坐小飞机，兄弟。那鞋要怎么换？鞋上小飞机试一下有没有，试一下有没有。只是要找东西吃啊。坐小飞机分少啊！不要坐，不要坐，好吧？坐小飞机分少，分少，分少，分少。一是分少，二是不值得。三个草可以坐。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你试一下上飞机，你试一下你能不能上飞机？过来这里。你试你能上能不能上飞机？过来，你过来。你跑，你是不是狼？你是不是狼？你跑，你就是狼了。你跑，你就是狼了。七七是狼，七七是狼。他跑了，他跑了。最高七七。七七是狼，七七是狼。最高七七七是狼，我要取走了。怎么看其他人的 ID 啊？不能上，像 Tab 键可以 ，Tab 键按没有反应哎。然后一个个一个 Yuki 你也刚说七七七是狼，你也过来，一个个是一个是有小有飞机在附近刚好。关关你过来，关关你也没有，我没有就是能上飞机，是能上直接吃草在哪里啊？能上就是好的。不是上飞机只能上一个人，别上飞机了。只要能不能操、能不能操作就可以了，是能不能操作就可以了，不用上去了。哎，结果都没跟里面的人对话、啊，我都一直跟观众讲话。啊，你这样是很浪费时间，真的。我要说应该跟里面的人对话完了。这么近，离得远就算了，这也很近。我这是要干嘛？那现在才几个人？对啊，好扯哦。试试看能不能操作可以。啊？操作个屁！开飞机走了吗？你都没进去，他直接飞走了，好吗？我之前去跟日本人玩，都听不懂他讲什么，都没讲话，就被怀疑，还打我，就笑死。正好六个人，正好有六个人就是。把他票了吧，把他票了，最高的。他们都不想聊我。一票了，一票了。我也不知道干嘛。被驱逐。对对对，太久，对对对，都被怀疑就被驱逐。N 和 N 一还有 W， 三个。那个，哎，不用了，跟我走，跟我走，跟我去看那什么。OK。在 WS。哦，对对对，日本人，没错。没都集体行动啊！啊，不会讲自己的话，会把你可能一开始会把你踢掉。啊，那场的话，好像他们没有去我做确认，啊，又进去玩。我怎么都在外面讲话。我还做这个一开始做的事情。啊，断了，使用，再按着，有加血，哎，不错不错。做工具要怎么做啊？要说，那你有什么制作清单吗？你没有教学还是制作？对对对，我刚看到这样要吵。按一，我这个回很多哎，不错。去器具台，就是家里的那个吗？要回家，回家。喂，能听到吗？可以。能听到，能听到。我们在军械库，我们在军械库。要传送了。完了。我会第一时间回家开发电站的，不用怕。OK。十月红进哦，什么东西啊？记住啊，不要往发电站去。发电站我埋了雷和夹子，不需要人开也会死的。啊？哦，可以，我刷在家附近哦。只有我被传送吗？我先看一下，我先在这里看。我直接刷在家这里。哦，我在这里蹲点，我在这里蹲点，等你等你。传到哪里去、啊？藏在房子后面，藏在密码站的后面。如果你听到有人，这新手很不友好。我完全，意思这次改人完全不知道多一些什么。都很多只，藏在那个房子后面，可以把自己名字更难玩，他们看不到。这个不用说。你免费中玩的时候就有这些职业了吗？有人过去先砍倒再问。你有没有放夹子？有没有放夹子？有的，里面有放夹子和雷。是哦。OK， 那我就等会再出去。
之前我玩的时候没有那么复杂，现在好像更复杂，应该是更好玩才对。但是那个像这种新，像我太久没玩，都不知道干嘛。对，就对讲机是对讲机，无线电木箱啥？什么都没有啊！你也不太会玩。还没有人找到那个气象台吗？没有没有，我没去找，没去找。我在手翻一下。我这个 N 这个很饿 W 那个 N 方向跟 E 方向我已经找过了，没有。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我在哪，我不知道我在哪。W N 还有 E， 一共就三个点。W 那你去 W 看一下。肯定在 W 了 ，W 了。哎，我看过。好，那我去看看吧。那我直接去看看吧。我应该离 W 还挺近的。我现在不过我看不到人。那行哦，那我先回家补个状态。这个怎么切掉？不要拿着。对啊，很扯。我看一下哦，这个要怎么切掉 ？Ability F， 只能丢手上的那个道具哦，不会吧？丢 Q， 丢掉，然后再可以捡哦。可是我要存在这边啊，这是什么东西？金属矿，这不要好了。哎，可以直接拖一丢哎。两分钟我在那边空投要。可乐，我给你地雷，我看不到你地雷埋在哪里，我不好这样。哦，其实可以，哎，这样就可以了。那先丢一个东西，然后他不能直接切换空手吗？像我这样就不能攻击。哇，这损血，我一直在损血。哇，这是最大值，完蛋，回家。妈，家在哪里？哦，那个什么，这也没有用啊。WG 啊，你还在吗？你还活着吗？我还在。这场真糟，我看我直接死。不过我快冻死了，还在回家。都不知道家里在哪里，刚被传送一下都不知道家里在哪里。我直接死了，这场真糟哎。走反边，我觉得应该是这边。但吃食物也没用，因为太冷。就跟我说，我把你们叫飞机。路牌，对，我要找一下，可不知道，哦，这边，快，我不想死，我还想继续玩，死了是好像就没戏了。OK， 你们去找，你们好了就告诉我，帮你们叫飞机。哎，怎么又没有？我先去了，我先单着。我已经先去了，兄弟们。没有在水线。我先去了。这个 M 是走的。啊，他是士兵，他稳好，他铁好人。等一下。OK， 走，来了，一起。走，五个。哪边？走。往那个 YCC 那个。没人聊我哎。你们当中肯定有狼。他们都走一起的。我知道。可以。高西西，那还有一批狼。这个 Yuki 应该不是狼。我在你们前面，我先去了，我现在已经。我们这里面肯定有一个狼。我可以告诉你，我这里面肯定要把一个。没关系啊，如果找到科学站的话，如果时间不足，我可以帮你复活科学家。他们都没有叫我名字。那么多人出来，这里有人守家吗？我感觉。好吵哦！天哪。有人守，我刚刚有两只。哎，有机会给你们复活。别被撞了。我没金战武器，好的。你怎么没有金战武器？刚刚拿枪，为了拿枪。我金战武器。不可能吧？金战武器。要金战武器真的。那我打吧。对，我要回家取暖，对。对，先回家。我再看一下那个。坐，在哪个方向？喂喽，他们好吵哦！我要隔离，我要那个社交距离。现在尤其是病毒太严重，他们距离太近。N W 和 N 应该会死于病毒啊。OK， 那 W 没有往 N 走吧？W N W 一个 N 一个 N 一个，一共三个点。我现在贴着那个边界走啊，贴着边界走。我们这边掉队了一个，有可能是啊，你注意点。到什么名字？没事。又是全球活动。啊，要变狼了，你们小心要变兔子了啊！小心，你小心，有一个人掉队，有一个人掉队。
要回家，如果靠近密码站，我直接就砍死了。砍死吧。想要怎样？我已经在 MEMN 了，我被怀疑吗？真的吗？后面找不，后面不是找不到吗？你不是说找不到吗？没搜，可能没到在边界吧。我现在再找一遍。你们 W 找到了没？你声音有点小而已，哥。你们 W 到了没？他这个蓝空投有人捡过了，有两个火炬在里面。这是我被怀疑的意思吗？为什么我变这样？没有哦。我的新手不会玩吗？你那哦，你那没找到吗？我们岛里没找到呀。我没找到。对，我在找。我都没看到电线，真的。W 没有，W 没看到，W 没看到，一点电线痕迹都没有。我现在 N 都没看到，我现在往 N 一走了。他们。另外一只那个鬼很会玩。N 一确定找到了，找到了。激活一下，激活一下。我再去，我再去，我看电线了，现在是。其实我。哦靠！我不知道哪一个，我温度不，我觉得应该是那个 W 了，我觉得是这个应该是鬼，感觉。这有人，这有人，这个哦，那个谁在这里？感觉那个。注意别自己过去，容易被雷，容易被控一下就傻了，别自己过去，等人，等人。我看一下是谁在那，我看一下是谁在那。再进，等人。那怎么知道他们现在在哪里、啊？那个高高在这里，高高在这里。要问他们是不是？高高是王，高高是王。问他们比较快。高他就是王，高就是王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没过去。他说高是王，对啊，我一开始就说了，剩十分钟啊，我全场都在闲晃哎、欸，我都不知道在干嘛哎、欸，笑死。我不敢过去激活、啊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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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去，等人等人等人。我在等你。把自己把什么家的人集合，找他们。家里没情况，家里没人过来。OK OK。他们该不在家里吧？在 N E 这个格子。啊对对对，做工具哦。哎，我忘记我。得先回家。他应该埋了很多雷，你们最好做个探测器过来。啊、地图嘛，啊，看这边就可以知道了。你现在发现还有这个好像是手的，它是手，然后打那个动物的。有人吗？在说光管。有工具的话，我会不会被怀疑啊？应该是手那个发电站修理的。我什么东西都没有的话，应该不会被怀疑吧？不会啊。我在这等你们。我把挂东。他一直在这里。你在 N 看到的是什么任务啊？等一下。有看任务吗？给我吃一个，把东西给你们做好。我把东西给你们吃。对，你拿。东西给你们做好了，捡上走吧。那个 FPW 说句话吧。哦，喂喂。那我。对，走吧去 N 一去 N 一。走吧。有多少石的吗？有多少石？N 一是要什么用？什么用？别做，要做吗？他们说要走了。是最上面那个还是偏右边那个？偏右边。右边那个。赶紧跟他上去，等一下，修理站。刚把那丢掉，因为这个是材料啊，那我没材料啊。要什么材料？要材料还是什么？我不敢过去，我没按。我带了一个。那个狼。管他了，跟他们集合。OK。这东西有东西吗？没有，这是狼的东西。我把拿这个好了，是什么？烟雾弹。好，逃跑的时候用。炸了就没了。你为什么还不出门？哦，这个是这个我知道，这个是给个人站在，这个是给那个人站在那里修，然后其他人要保护他的那个，会勾引狼过来那个任务。走吧。专业，你别跟着我。听到了吗？什么？
听到听到听到，收到收到。你们喂，你们都在哪？火炬肉，你别跟着我。我们现在在火炬药什么的，还有探测器那些做完了再过来，不需要那么急。这里要这里待很久的，这里探测器有探测器有带了探测器有带探测器有给我。他们在哪里啊？一起走啊！在圈E，你别跟着我，圈E，你别跟着我，圈E，别跟着我，别跟着你是不是？圈E，圈E，你别跟着我，你再靠近我，我就要杀你。不会，我没有要跟着你，因为我第一次玩。好，那好，你去 NE 找他们吧，大家都在 NE 哦，东北是不是 ？OK， 好。刚刚好像很紧张，他想要杀我，哎，笑死！东北，没有。东北这东多东北啊！天，嘿嘿嘿嘿，就怪怪。离他太近，离远点，离远点。哇，这么远啊！太凶了 ，hold 住 ，hold 住，兄弟们。没事没事，我一会儿我俩可能把手一下。枪声。这来狼了，离他远一点，我们远距离帮他打过就好了。嗯，没事。他在下面。熊，上面熊来了，上面熊来了。孤影射王，过来，孤影射王，孤影射王，过来，过来，直接砍，直接打了，直接打，过来，过来，孤影射王，直接打。孤影射王，孤影射王，不要用那什么，不要用散弹枪，拿斧子砍啊！别砍熊啊，亲，真的。谁是狼啊？盗贼吗？哦，我的，哎呀，我听他一声音，我把他当人，我好人啊。哎呦，我把他当，哎呦， okay. 我听，你知道吗？我看到那个拼音，我第一反应是把他当、啊、是你们当好的。你们是真的吗？好吧。你们复活了，我是医生。没人复活，先跑，先跑。高高是坏的，这是。跑一个，跑一个是一个。别打了，亲，跑行不行？跑，别打了，我真的吐了。漂亮。哎、啊，这其实很弱啊。没了，就这五个。不对，还有一个，剩我一个，我也做不了。这个是坏的、哦，我做不了这任务了。哎，是到底谁坏的、啊？干嘛要打人呢？这个是坏的，然后这个。我们是狼，肯定就打人啊。刚刚保持距离啊！你刚刚在那里、这个女装暴毙，他刚刚是一怎样一直被打，他是坏的哦。怎么？我怎么了？你们怎么站那么？妈的嘞！看你们打在那里啊！真的给人。我怎么说话不算话？我说什么？很烈了，没了吧？这是，我和那攻击差不多了。没了吧？对呀、啊，这里就五个人，不是还有一个吗？主要是你们为什么要离这么远去打人呢呀？你去收他们东西。不是离得远，看离得远吗？真的，哇，真的是醉了。哎，不过我刚刚是我的问题，我刚刚听你说孤影是让我第一反应是在找中文，你知道吗？你我人的，所以我刚刚才在架枪，我刚刚才在架枪。你几个在干嘛？他砍我的时候，你们就应该过。对啊，一定输的。就不应该修的，你知道吗？先你那没他这么你没说这么几个，他砍你的时候你没说，我过来的时候你已经倒了。我那个时候我说了，我说孤影是狼了，真的。我没听到你那时候说的时候你已经倒了。一会儿直接给了个状态，他就知道。他们几个那个都没来确认，感觉没来，没有来确认另外一个狼是谁。好也没用啊，我一个人少一只的话就很难，就会乱打一通。还有一个为什么要拿着枪不拿斧子砍，我真的是砍了半天。另外一个没办法确认，主要是因为我刚刚第一反应是把他当人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第一反应把他当人了，因为他真的是拼音。第一反应是鬼魂，要还可以玩哦。他妈的个逼的，老子第一把传送的时候就跟那个孤影碰到一起，他就想干我。那你干嘛跟他说不说呀？我说我是窃贼，说他说他要去把他的队友害死，结果是吗？哇，你这怎么可能？你怎么能信他这种话、啊？我操！不过你窃贼跟狼两个都不是好东西，是吧？这两个都坏的吧？
哎，不信了不信了，老子妈下一把他还在玩的话，我的妈呀，绝对开局就干。问你这种狼这种话怎么可能信啊？都把他队友害了，怎么可能？把他队友害了，完了之后你就想太多了，他把你害了就有可能。我那个时候我问孤影干嘛去了，完他说他跟你在一起，完我就问你，完了你又没说什么话，我们就把你俩打好的。那个时候应该说知道吗？应该说孤影是窃贼，完他把人杀了，把窃贼身份给盗了，那我就知道了，对吧？应该这么说的，你要想一想。哎呀。再说，第二咱们打的时候，我都已经就尽可量的不去。像直接退出可以看狼来骚，谁是坏的好的吗？结果有一个狼先砍了我一刀，完了我都已经砍过。如果他们喝了很多，还是要等这个时间倒数。等等，不行吧？现在就剩一个美女哦，你有退过，不能中途退的，对了。主要是我们刚刚已经确定是我们五个人里面肯定有狼了。然后有一个掉队的，我是万万没想到。咱们我都忘了掉队，我就把他当狼了，已经，我已经把剩下的四个都当好了。我都不知道他掉队干嘛。那死的话可以做些什么、啊？那条是谁掉的？就是这个是可以，这是帮他们的意思吗？掉一个掉队啊，跟在好的，然后帮跟在某个人旁，可以帮他做一些功能吧。可能一直在家守家的。哦、这个是守家的，放他放陷阱，我给他还给他两个雷呢，陷阱很多就是加电影。哦，这个有手是没问题的。哦，这个给坏一点就。还有一分钟不够的时间，其实真不够。哦，这是补血。哎、这样吧，下一把咱们直接开实验室，好吧？活着的我恢复几？下一把下一把直接开实验室、哦，到时候人少的话，容易出问题。这些功能的，对，有可能会有人演，会比较慢。不，实验室就比如说像我这种士兵这种，我可以先拿针，可以先不验人，完了之后直接去开就行了，对吧？意思是开的过程中可能会有人，有士兵才能开那个，你懂吗？只有士兵才能开，只有士兵才能开枪库，对不对？你枪库一开，那士兵只能是挺好人，想都不用想。到时候可以给士兵验也行。我不是说验的问题，我是说你开实验室的过程中可能会有人验，我碰到过这种。就是说他专门演，如果谁要演这样，会的话，可以用了。直接如果说别人要不会，你先把他给带过去。他可以听到他讲话不行了，死掉的话。他不管是好人是坏人，我直接砍死，咱们就直接砍死，大不用想。哎，让他一直跟他按着，他就摁一下就完事了。可以哦，可以听到他讲话，可以跟他对话。换趟，鬼可以跟鬼魂跟就把他弄一个。刚刚五人组有人不掉队，其实那他应该也看不到你吧，看不到鬼魂吧？不是，还有一个直接跑过来，哦、有意思，直接说吧。哎，谁是狼搁这块？我说服我，我没名儿服，真的醉了。那他什么都没有说，也不用做，反正时间也要到，用好。一个人其实挺难做的。我一个人还有我告诉你看，还有就是像蓄电机这种人离人稍微离远一点，左右两边站一个就行了。一般都是从左右两边站出来的。你是只能用一个是不是啊？这个位置，你看这几个位置，离着其实我感觉都挺近的，好吧？离的都挺近。这一次只能用一个啊？我刚刚和然后等这么久啊 ？WA 在那在右边帮忙打那什么打怪，这感觉要两分钟哎、欸，都挺近的。其实就只是一分钟两分钟，因为有一个人掉队了，后面才过来的。对啊，就是这个 PW， 就是这个 FW, 天哪，他后面才过来的。其实那个根本就一开始那个狼我根本就不怕的，真的。一开始那个狼还搁那块躲着呢，你知道还卡视角呢，我都看到他名字了，他还搁那块卡视角。最高 CC 嘛，那个其实不虚人，主要是你被包了，你被两个人包了。有啊，刚刚还有一个人在打我的时候，就跟他说我是好人。他只有两个人。你知道我？结果后来打我的都是坏的。这个位置都是那两个。这个位置在打、啊，然后你在我们视野外、啊。这个是怎样？直接退出了，就是这个直接太远了，就是说。懂吗？所以说，怎么说？就这样。哇，那么多人都死了呀！很奇怪、哎，真的，对，很麻烦，容易会掉队。哦，真的挺绝望的。最优秀、啊。还有一个是谁呀、啊？跑哪去了？
就是掉队的问题，真的。这只是坏的。不掉队的话，根本就没有什么事儿。这是什么代表什么意思？哦，这是他职业，然后这个、啊、这是什么？还有一个职业飞走是不是？修呢？当时。这是 UFO 吗？还有一个人去哪里了？你们最后一个是叫谁来的？二彪啊，二彪去。我打一局是要半小时，好久、哦。偷身份，贼！我这是贼哦，我这是好啊，完了，我再玩个一局好了。有没有台湾的游戏进行中？这个可以改，可不可以把游戏进行中给关掉、啊？有吗？都在进行中。怎么过滤掉？打状态是不是？状态是打大厅啊，大厅这样有用吗？那个是搜寻有用没有用吗？它应该只能搜寻名称吧？对啊，去日本看看，该没有了吧？都是日本人了、啊，哎、欸、有，没人了、啊。亚洲是不是嫁到哪里？嫁到哪个国家？东南亚、哦、可能是新加坡吧，我想应该是新加坡。中国有吗？中国亚洲不是都有很多中国人，不是几乎都中国人的。游戏进行，那没人啦。亚洲不是都很少，很多都说中文。日本就比较多。哎、欸，看你感觉你好像很少。哎、欸，你像你最近玩。你应该好像很少开来玩哦。哎，有，可以，那是跳跳猫，都在看。啊，六哥，我们退了，晚安，六哥。晚安。哦，再玩。晚安。六哥万岁。哎、欸，这个就是骗子六七五，哦，懂人啊？那还好啊，67，一百多，哇，不太稳。好，这个奶酪很牛逼啊，他刚才还可以看玩家资料。哦，这样他就知道你哪个国哪里面的、啊。他是骗子。他装两个地雷，我听到了，我跑出去砍他一刀，然后他一下跑快啊。我切了，你把武器切掉了就不行了，我空手跑呀。本来我在那个他直接开始了，那个队友摸了，要不然你会中那个毒的。对啊，还不会说。哪个是亚这吗？对，奈何机关算尽，奈何队友不给力。我刚刚以为有还有一个小偷，你所以我才上的。如果没有小偷的，我应该不上的。我刚刚不上，我那把就赢了。小偷好像早就死了，就第一个死的。我不是远程破坏的，我是直接进去破坏，但是我没踩到陷阱，我就贴着左边走。
又踩了一个雷。啊、哦，玩玩。OK， 做工具。你现在一开始先来做一下工具，工具要那个金属跟木材。这个名字是真的长是吗？这是金属吧？飘一个，飘一个。奶酪，我们一人一个。我在打很久哎、欸！挖宝，挖宝，挖宝，挖宝！我去，挖宝，难死！我要第一个上飞机啊！石，哦，这是石头啊！这不是那个人，我两个人把石头一人一个，他跑过来抢，待会我做了斧头就砍死你。然后。他还要什么？我也忘记。哎，我最讨厌挖宝了，好烦、啊。做个篝火，做个篝火，做个篝火去挖宝。我肚子有点饿。木材。哎，有没有人帮我开下实验室啊？挖宝，我这没空帮你开。木材好了。实验室帮我开一下，兄弟们。没空。我去 SW。天哪，他这个木材要去哪里找啊？感觉好像坏蛋哦。掉一根。等一下，我拿手机拍一下照片。啊，好了。这个放下那个，这两个。你会不会是老？
SW 的两个我挖到了，你们去 N 去 N。你一直在家干嘛，米主？哎，喂，有声音，刚玩而已，怎么要做些什么？你身上有那个斧子，那你要打一个石头，然后再打个木头，然后做一个有有，我有做一个木铲，伐木的。木铲是在那儿捡的，你要。你在周围这里打一个石头，然后周围砍个木头，然后去做一把武器。你点这个制作台。哦。这里制造工作台，然后下面有斧头、鸭嘴锄、镰刀。你要开局要做这三个中的一个。我做的是镰刀。我已经有做一个斧头了。你有斧头是吧？你有斧头，对对，那你接下来砍树，在周围砍砍。好好。放到箱子里就是。斧头亮出来。有看到吗？做对，然后你就斧头的话，你在周围砍砍树，然后给大家做点就行了。因为这个挖宝任务的话，新手就比较那个。哦，好。就在周围砍砍树，然后砍把木头放到家里，因为大家是需要用到篝火的。OK OK 好。好人都跑哪去了？放了六个木材，然后木头就可以做那个篝火工具，然后就可以在野外生活时间长一点。Okay. 你如果饿了的话，那个你就砍点果子吃。啊。色的是果子，然后绿色的是药草。嗯。上吧，你们挖了几个了呀？我挖了两个 SW 的两个，我挖了。你们我挖了右上角的一个。的挖了吗？我挖到一个，另外一个没找到。我去。效率太低了，我一个人都挖了两个。那个地方不好找。两个狼被砍死了。不是，那为什么还只剩四个幸存者？这里面有一个呀。我没懂。我先去教一下。四个都是好人吗？我不像。你们挖了几个？嗯、我就挖了一个，就我挖到一个。他刚刚帮我砍了狼，有狼砍我，我说我挖到东西了。我觉得你们俩都是狼，说实话。嗯，没有办法，你怀疑就怀疑。你去把那个交了，你去把那个交了。那没有狼了，你去把那个交了，好吧。好，我去交。
你挖到是哪个？哎，在，在这边，在这边。我挖到的是第三张图的，第三张图的那个。行行，我知道了，我身上有两个，那个我先不交，那个，好吧，那行行，那你们。不用相信，跟你一起玩过，你挖宝挖的厉害。我挖宝其实不行的，只不过这次运气比较好。来来，我去我去，哎，我拿把铲子。N 方向，再往下走吧。先找你，先找。第二个点找到了吗？反正不在 SW。没找，没找，没找。我刚刚去的是 N 那个方向，都没看到。我也不清楚。先回家，先回家，冷死了。你用斧头砍。斧头。
那个密租客，来跟我走吧，跟我走吧。好好，我教你那个。你看这个，看现在任务上三个点，一个是就是三个问号，看见没？一个在 N， 一个在 N1， 一个在 W， 说明第二个任务就在那三个点之一。他去了哪个？他去了哪个？他去的 W， 我们去 N1， 我们去 N1， 走走走，跟我们一起走。然后我们因为第一个任务已经做完了，所以现在去的任务点，走走走 ，OK， 就跟着我走，别掉队了。我们四个应该都是好人了，因为我刚才看到四个幸存者，然后他说两个狼都死了。你要打吗？我去，行，来不理他，不理他。我们在 NE， 我们再去 NE。对，那个熊身上有皮有肉，然后皮一般如对好人来说没啥用。哦。做背包的。这段呢？我操！你啥都要？哦，对，这里这个不知道。挺厉害的，狼彪，我去！哎，让他来修吧。那你们修，你们修，你们修，你们修。秘书房，你修我的。在那里，去那里按 E， 哦，去前面那个，前面这个按 E， 当我叫你停，叫你停就停，我们分开点，分开点。有按 E， 王瑶你就走。按着。有浪。停！别按了。你把那只狼先打了，我来。啊。你们有药吗？啊，行，接着按。这个是修复任务，就是你那个圈转好了之后，我们就这个任务就完成了。就修复的过程中会有狼。停！哦，就是一直按的话，会一直出狼，出狼的。对。看，再按。好，你们温度都够吧？够了，一半。一半。就我有篝火。我也有。左边来狼了，停。我操，这个地形太差了，我他妈不好打。哎，左边我倒了，这地形好难受。去按，停，我先把它扶了，这样。先别按了，我打烤个火。好。我有火。先别按了，我们来过来一起。先别按。过来，这个火旁边，然后就可以加。哎呀，我操！哎。他应该按错了，他应该想吃什么？然后橘子包，橘子包。我有一个橘子包。橘子包地下。啊？要打血啊！吃的也在地上。哎。谢谢。要不要再烤一个？去周围看点。我操，啥也看不见。别去，我还有两个。
六哥，你守左边吧，你守左边吧。操，左边那地形我太难打了。我守左。那我比较菜。这封这么久了吗？一会儿要，一会儿。哎，对，那上面有生肉，那有生肉，我可以吃点生肉。来来，好的，被按了。修修修，接着修，好吧。右边两只狼，停停停！哇、哦，好痛好痛好痛！还是菜。打旧包，打旧包，靠！我说我还是菜。先烤火，先烤火，先别打。哦哦，对哦，可以。我还以为他会那个。没事，我们去。我来修吧，你们、哎、完全就靠六哥一个人。右边有一只熊，哇，熊去打我，去打我，交给你了。我给你们砍果子。接着修吧，我看着右边。右边一只狼。修完了。我操！我怎么把刀扔了？心态不好。行了，修完好了。他有无线链吗？你跟他有无线链吗？有有有，我已经联系了，走走走，我要先上，我要先上，我要先上，就上。不行，我他妈打只狼都打不过，好难受。你们弄好了就上来。对，这个上去直升机吗？你上去了，按 E， 直接对着按 E， 然后就上飞机，上飞机，然后飞走，飞机飞走。哦，我按 E 了。哦。然后就是要修，先修发电站，然后再修第二个点，有两个点，然后把两个点修好之后，再加呼叫载具，然后就逃生了。哎，野点准备起飞啊！他来了，他来了。还好，还好。那剩下的人，剩下的人死了，死了。溜了。